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博士的 YouTube 频道。那么这期节目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的那个师弟师妹们，最近都是在问，因为现在正处于那个毕业季，因为正常六月七月份的话，这也属于研究生毕业博士生毕业，所以大家都在问这个最近这个怎么写这个学位论文，包括这个博士论文。然后的话，这期节目的话，我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如何在一个月以内，然后写出一篇比较优质量、比较高质量的博士论文。然后主要也是为了回应，然后师弟师妹妹就大家就是说对我的一个咨询吧。当然我说的是如何在一个月以内去写出这样一个博士论文，并不是说让大家留最后期限，然后留成一个月，然后到时候再写。因为这样的话，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波折。但是因为我其实博士论文的写作时间加一起的话，其实前后的话也就是将近一个月，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些总结和经验可以给大家一个帮助，就可以帮助大家，所以我才做了这期的视频，然后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裨益，大家能够受益吧。那首先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就是什么是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就是无论是硕士还本科，就是原来的学士就本科嘛，然后接下来的硕士，然后也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研究生啊，后面的话所说的这个博士，那也就是博士论文，这个三个阶段就叫学位。就你写那个学位论文，其实是对你整个几年，然后你的这个学术训练以及你研究成果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总结，就是说把你这几年要做的东西，然后把它系统化的，把它就比它成一个系统化的，然后给它去表达出来。这个和我们发表的那个期刊论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发表在 Nature Science 上或者其他的各种期刊，国际杂志也好，国内的杂志也好的论文，那些个叫期刊论文。期刊论文其实就是说要讲一个小故事，就你能把一个故事，一个特别小的故事，然后讲好，你就可以发到期刊的论文，对吧？但是学位论文是要把你你要成一个体系，就说明证明你已经经受了这个系统化的学术训练，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因为你研究生的培养也好，什么也好，目的的话就是为了让你有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训练，这是一个区别。所以研究生论文其实是需要一个体系。那就比如说我在博士期间做的工作的话，其实我当然有一个大的体系，但是后面还有一部分是准备要发表的，所以像没有写进去。还有其他的做的一些，就是纳入进去就感觉有点突兀的，所以我就没有写进去。其实我的博士论文的话，其实写进去大概也就两年多吧，两年半左右，就是我做了两年半的工作，然后就是完成了我这个博士论文啊。其他还有两年半的话，是通过发期刊呀，还有正在发表呀，还有专利的其他的形式，就是它不构成一个完整化的体系。所以大家要知道，博士论文不是把你博士期间就是说你要做的任何一个东西全写进去，不是的，是你要写成一个体系。当然你博士期间可做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成一个体系的话，当然你写进去会更好。如果你没有就对于大多数的博士生来说，至少我知道的，我周围的，其实他们做的东西往往都是主干线，就是那个主干线的话它是成一个体系的，但是他们平时还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但是不是很好就纳入这个体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要写成你那个体系就可以了。然后其实博士论文的话，它的格式的话都是比较千篇一律的，一般第一章是序论，第二章是实验材料和仪器啊。当然今天我们这期视频，我在以后的视频里面可能会非常详细的去和大家讲，就怎么去写博士论文的细节，就怎么把每一个细节写好，然后写出非常高质量的然后那种。但是这期节目我不会去讲如何去跟细节方面去写博士论文，主要是告诉大家如何就一个月的你可以写出这个博士论文的一个方法类的东西。然后一般第二章就是实验药品和这个什么仪器啊，接下来就是你写你这个研究的每一个课题，一般一小节就写一个小课题，然后写一个小方向，然后逐渐一般有3到4个，然后写完之后，接下来就是总结和展望，就把你整个博士的论文然后做一个总结和展望。最后的话然后有一个参考文献，就是最后一部分，然后附上你自己的参考文献，往往都有一般有200篇吧，150到200篇，反正是博士论文都是挺多参考文献的。最后的话参考文献之后的话，然后要列出你博士期间的成果，一般是文章的发表，就是期刊文章的发表，以及你的那个有参加会议的论文发表也可以，或者是专利，或者就是各种成果列出来，就让人家看到你博士期间
已经足够了，博士毕业的那个标准已经达标了，并且你这个人很厉害，然后当然写到博士论文里面成果，因为博士论文有些是要公开的给其他人去看了，至少北大的那个博士论文都是在图书馆的网站上，是北大图书馆的网站上是可以看到的。最后一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要致谢，就致谢你的家人以及你的朋友以及你的老师，包括你的导师各个方面的，就是要就是最后一部分就是致谢部分。然后它的格式是这些的，但是其实对于同一个学校来说它的格式不是一律的，就像北大，北大的话其实不同的学院其实它对格式的大格式其实要求也不一样，而且理科工科和社科其实它也不一样，哪怕是同一个学院其实我们对那个格式也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就是你大的那个框架都有就行了，然后你里面有一些调整，比如说实验药品和仪器这一部分像我是写到第二章，你看有很多同学的话他就写到分别写到后面的每一个里面的小课题里面，比如说这个课题用了什么仪器和药品他就写进去，然后他就没有单独当一章来写，然后的话这个也是可以的，就是包括前后的各种都是可以调整的，反正北大它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八股文，其实空间还挺大的。至少我周围的同学很多，他不同的人他写的都不一样，反正最后都答辩都通过了，都是非常好的论文，然后都没有什么关系。然后那我们这一期的话就是要来讲，好，回到就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如何一个月然后你来写完你的博士论文。大家知道你要完全写一个博士论文，你要在一个月就是还是相对比较短的时间之内要完成它。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理工科的博士论文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就是把你之前做过的已经在期刊上发表的这个东西然后做成一个系统化的总结。你像我的博士论文其实是不需要自己去再处理数据的，因为我已经发表了就是 N 篇文章了，把那些文章然后再放到我这个论文里面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处理数据。其实对于大多数的理工科的学生来说他是不需要在博士论文里面再单独处理数据的，因为他之前其实对写博士论文之前的前面的四年半其实就已经把他的那个数据已经有处理好了，就直接挪过来用。其实甚至对于很多社科的同学他其实也是把之前发表的东西然后再系统化一下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了。但如果说你要从零开始再来这个处理这个数据的话然后再写一篇博士论文的话，我觉得理工科其实是不现实的。因为你可能也很难毕业吧，因为这个现在至少要两篇 SCI 才能毕业吧，然后所以说你这个应该是那你如果都没有两篇 SCI 的数据处理之外的话那你怎么毕业了。那对社科来说你要去处理这么多其实你时间是不可能的，就对于那种你数据啥也没处理的那你就等着延毕吧，那估计是很难，就是说在一个至少是没有办法在一个月以内然后就完成一个博士论文了，是这种情况。那么你要很快的去高质量的完成的话，其实有一点是第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需要去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其实不需要你自己一个字去码的，就比如说格式的东西的话其实前人都很有经验，包括中国知网上的那么多的博士论文，包括你的师兄们师姐们的博士论文，其实格式你都可以是一个可以直接拿来用的，这一部分是没有关系，算是前人的经验，它可以帮你节省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每一个格式的字体的调整，其实对于什么几号字几号字啊，包括那个目录啊，还有这个什么插入，它的每个格式对于不同的学校不一样，那这一部分其实不需要你来做的，你可以参考你师兄的格式，就你内容不一样，你可以把你师兄的那个模板拿过来，然后把你写的内容然后你的那个字体就是复制到你师兄或师姐的模板里面，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然后你接下来就只需要做一个检查就行了，就这部分可以为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它是一个前提，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为你缩短时间，然后的话你才有可能在一个月以内去完成这个去完成这样一个博士学位论文。一般是前面花一周的时间，我的经验是前面一周的时间大概是你需要把你的大框架要搭好，就是你的序论每一个写什么，但这个时候你就通过一些简单的语言把你里面要填满，就是你要想好你怎么去写，然后把它要填好，而且把原来的参考文献该下的全下下来，然后相当于这个时候你的论文
还没有那么充实，但是每一部分你一般都能写个几十字或者上百字。那这部分我写什么，比如说我要写这个器件的什么性能，光电性能也好，它的什么迁移率测试也好，就是你要把它大概都要写进去，就是把它大概都要填满，每一部分填成什么，就是这个时候相当于你把你的房间就搭了一个架子，这是花一周的时间，我觉得我当时花了一周的时间是可以的。然后接下来你就要把它里面丰富，然后就是把它给内容全细化，就写成一个系统化的论文，这个大概是花半个月的时间是可以的。这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把你要写的什么然后给它具体化，而且都要写出来，然后这个样子就是最后一周的时间你再去改，因为你要把这个你的语言进行修改，然后把你的格式有些错误要挑出来，大概进行一些调整，就花一周的时间。其实这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其实最后是完全可以完成一篇这个高质量的博士论文了。然后至少的话，然后我的博士论文大概是五个专家去送审的话，都是给了 U 吧，然后最后面去答辩有八个评委吧，八个评委还是九个评委，都是全部给了通过。那么的话就是说，其实是大家也不太需要担心是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我需要特别特别的提醒大家一样，就大家绝对不要去抄袭，就是你去参考你师兄和师姐的论文的格式，只仅限于格式和模板啊，以及它的这个大的这个构架，而不是内容哦。就博士论文里面的内容的话，大家一句话都不要去抄袭，包括你去参考你同领域的人怎么去写的，包括它的背景部分，包括绪论部分都不要去抄袭。一定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去在博士论文里面有任何雷同的地方或者抄袭的地方，不要去重复借鉴前人的经验，不要去抄袭前人，而且里面该引用的部分一定要引用，这个时候你这个博士论文才是合格的。任何一篇带有抄袭的博士论文它都是完全不合格的，一定是一票否定的。然后这是我讲的就是说博士论文的大概的情况，大家按照这个来做。然后最后在修改的过程中，大家也要对你原来这个内容，如果你完全是自己一气呵成去写过去的话，其实你就是把你的语言再学术化一点，就是改成专业一点就可以了，一般是不太会有抄袭和重复的情况的。如果是你自己都是写的，有些人可能是之前复制过来，有些东西过来先填弄到那，或者他自己再改，其实这也是一种可以的方式。但是你一定要把你的那个东西改得完全完全的不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重复，都要不过通过变换，通过自己的理解，千万不能一句话完全一致或者忘记了修改，这个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切记，就是抄袭这个事绝对不能出现在你的任何一篇文章中。然后这个是一点，另外有一点我觉得大家也需要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注意，就是说在写博士论文的期间，就你要写这个博士论文，我觉得就是踏出第一步是最重要，就是你开始去写第一个字，去做这个事情一定是很重要。很多人看文献看了很多，但是不舍得去写，你就耽误了时间。你一定要敢于去写，你只要敢于去，把码字，就敢于把字码到你的那个填进去，然后码到你的论文里面，你就成功了。然后你知道一气呵成写，一定要记住一气呵成，千万不能偷懒，一定要一气呵成。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一定要关闭你的微信。朋友圈有些微博啊，甚至是有些人在追剧，这个过程中绝对不能有。你不是说你千万不要写一小段，然后再去玩一段时间，再这样，我觉得这个效率是最低的。然后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把手机也写的过程中手机也不看，然后也不要去刷这个微博啊，类似于这种微信啊，还有这样的，包括 YouTube 呀、包括就看相 YouTube 上的相关的这个频道哈，其实也可以那个。不要去刷，包括有些人刷 Telegram 啊，包括其他的各种聊天软件也是一样的，就暂时把它关闭起来，在写的过程中一气呵成去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刷抖音倒是不是很担心，因为我的同学的话倒是真我还没有发现用抖音呢，可能博士生对于这个抖音这种碎片化的这个视频其实没有感兴趣吧，真没有发现有一个同学平时和大家聊天大家有用抖音的，刷微博的朋友圈的都有，看 YouTube 的什么都有，但是没有那个刷那个抖音的，所以这个倒还好。但如果你有抖音的话也要把它关闭掉，就是你这样的干扰性的东西一定要完全杜绝。然后你是要一气呵成，然后非常连续化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坐下来休息，你坐下来睡会觉没有关系，或想点其他东西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去拿这个手机，不要去拿手机，一定就你可以写累了你休下来喝点茶，然后思考一下，然后写一会儿，然后再思考一会儿，
或者再把强度降低一点都是可以的，就是不要把你的时间碎片化，这个是非常致命的。如果你把你的时间碎片化之后，你的效率会大大的降低，这一定是写论文中你需要做出来的。所以你就想一个什么办法吧，可以不让这些电子产品或这些比较碎片化的视频的东西然后去干扰你，就是你一定要做的。你做到了这一点，然后你前面一周的时间肯定是可以把骨架打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一周，可能四天左右五天左右你就可以把你的大框架里面填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了。那接下来就是把你的图文章放进去你的那个论文里面，大概花个半个月的时间，最后再修改，完全改成不一样，把你的这个东西再正规化，最后你就可以作为一个初稿去参加你的预答辩，或者然后去正式答辩了，就是都没有问题，去送审了。然后我相信大家要对这个写博士论文有信心，我也相信我的这些个对于我写博士论文的一些经验，其实我的博士论文写的话差不多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是属于提前写完了，然后我没有拖到特别的后，就是把时间安排好。我建议大家也一定要留出空隙，就会准备一个月，但是你中间要留出空隙，就留出那个空隙，然后最后因为你避免你万一嘛，假如你生病了呢，假如受伤了或其他什么额外的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对吧？所以这个过程中，所以就要留出空隙。但是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我觉得理工科学生是完全聚精会神的话 focus 下来是完全可以完成的。好，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到这，那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作用，帮助到大家。那欢迎大家在视频的这个视频的下方，然后有一个订阅按钮，麻烦大家订阅。那同时也希望大家点个赞，然后点个赞之后可以帮助把我们的视频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对每一个人都是比较有好处的。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谢谢大家。